接下来有打算要做怎么样的运动？没有计划，而且拿到再说吧，要拿得到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只是这样讲，实际上还是要真的确定拿得到再说吧。那也算是沉冤得雪。也没有沉冤得雪啊，那这哪有什么沉冤得雪？总裁，我父亲等于是证明是他，这是他自己写的，这就是让大众知道嘛。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讲法，什么狸猫换太子啊，然后作假啊，哈、哦，种种的讲法，那现在就经过这么冗长的这个哦，法律验证，现在就是确定说是没错，是总裁自己的意思哦。这个重大的意义在这里。大家觉得现在在拍偶像片吗？今天西雅图首航，想要问一下心情怎么样？一定很开心吗？还好啦。还好吗？为什么？这既定的政策嘛。哦，所以没有什么开不开心的。真的吗？那有没有说最近听说有要就是在加买飞机，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加买飞机啊，有啊，最近有在谈啊，因为现在大概所有的飞机大概就物件的差不多，大概我们会开始启动第二阶段的扩张计划，所以我在考虑在。需要十架的350或是777X。我有听到还蛮多年轻人就是都说，就接下来等上市之后啊，都会很想要买新航空。量力而为，量力而为哦。这个股票市场有赚有赔哦，这个东西还是，尤其年轻人更要小心了、啊、哦，因为毕竟是很辛苦存下来的钱啊，还是量力而为。那这一次啊，就是有说这个。遗产的这个部分啊，接下来有打算要做怎么样的运用？不可能就是进入到就是新云的，就是应用里面。没有计划、欸，而且拿到再说吧。要拿得到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只是这样讲，实际上还是要真的确定拿得到再说吧。那也算是沉冤得雪啊？沉冤得雪，就是您上次有也没有沉冤得雪啊？那这哪有什么沉冤得雪？我以前就说过了嘛，这其实是总裁我父亲。哦，是等于是证明是他，这是他自己写的哦，因为最主要的功能在这里啦，其他我倒不觉得说是什么叫做沉冤得雪的，对啊，这就是让大众知道嘛，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讲法哦，有什么狸猫换太子啊，然后作假啊，哈、哦，种种的讲法，那现在就经过这么冗长的这个哦法律验证，现在就是确定说是没错，是总裁自己的意思。哦，这个最大的意义在这里啦。那刚刚有一个员工小小的说到说，有没有今年可能年终再加一个？有帮他问一下。因为今年还年终还没到啊，哦，我们当然尽量啦，坦白讲啊，可是因为当然不可能像两家国企发的那么多啦，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60年一个30年的公司，他们在各项的成本上面来讲，很多都已经摊提完了，而且他们机队非常的大。哦，尤其是货机，因为这从疫情到现在这3年来货的状况非常好嘛，哦，所以总合起来我们现在还算是还在成长期啦，那当然有一些初期的一些成本现在还在等于是还在摊牌，所以相对成本是比他们高很多啦，哦，这个也是要跟员工讲，大家要齐心努力啦，哦，就是说担待一下，当然公司如果有赚钱我们会尽其可能让大家领。那这次西雅图航线开了之后啊，有没有预计再开别的航线？预计再开，那看我们现在交机的进度，因为最近供应链的关系哦，其实交机非常的不稳定哦，就是说跟原本的这个我们计划的这些时间都有一些变动哦，甚至有些是很突然来跟我们通知的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在看，陆续还在看，也不敢太照进来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交机啊，现在会变这个样子，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并没有减缓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一步一趋的来看要怎么样去计划。对，就目前说现在这个遗嘱确定之后啊，未来要怎么去走都还不太确定。这个我从以前我就说啦，遗嘱的东西都是让律师来处理嘛，哦，这个东西我都是全权委托律师团他们去处理，他们有什么主张或是他们有什么想法，基本上我都尊重啦，哦，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。哦，因为毕竟这个是很花时间精力的东西，而且有很多东西是关乎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专业嘛，哦，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让专业的律师团，哦，他们去做策略，看要怎么处理。